时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匠心投资》。大盘指数今天虽然没办法越过礼拜的高点，但表现相当不错。昨天压回了47点，今天马上上涨36点。在连假之前，这个盘只要维持高姿态强势整理，它就很强了。这礼拜我给你会了一个操作建议，叫做把涨多的、涨不动的个股卖掉，资金呢去换到低档刚要发动的个股啊。你的一套资金交给庆隆老师，我就给你三档股票，我一定会出掉旧的，才会进新的。资金最大的效用一定要集中化。会用做股票，两三支有够厉害啦。但是若未用做股票，逐天拢互你无赶快两三支，一礼拜十几支，你是无法度照顾的啊。哦，所以这个盘要怎么操作？跟紧一点，跟上来啊。昨天瓶盖股的康控创下波段高177卖，这时间价位都跟对过了。卖完之后呢，收盘跌2块钱，变171啊。今天康控表现真的不错，上涨啊，来到176.5啊。那整个康控我当然今天没有机会啊，对，要接回等它下来再说吧。那如果没有下来，反正资金我一定会买新的标的啊，这是我们一贯不变的原则啊，把握一档价值投资概念股票，低档买，高档出，而不是胡乱去追高啊。这一档宏杰科新五 G 的概念股票，昨天礼拜二81卖，这时间价位也都跟你对过了。整个宏杰科昨天收盘81.2啊，卖的位置比我81更高啊。今天的宏杰科表现早盘一样有上涨，那尾盘掉下来变80.5啊。所以这两档股票你可以很明显看到，我利用它往上拉高，涨带动了嘛，该停利我就会停利。庆老师是很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啊，尤其是那个停利的动作执行拔档。那资金换什么股票？昨天台股压回了47点嘛，多方盘啊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啦，不管是台股还是美国股市，多方控盘的一个结构啊。所以昨天既然有卖掉两档个股，可以买什么股票？我昨天不仅买，今天还做了一个加码动作，是哪一档？你敢猜？你敢猜？来看一下今天礼拜三的这一则消息，利空促进，瑞信这一家外资大规模升平调升，台日工具机的市场，里面其中一档是哪一档？亚德克上影呢、啊？哪一档会比较强？排名第一的 number one 亚德克啊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今天亚德克盘中亮灯，同样是工具机的。2049上影涨不到半根，所以要买哪一档？你的一套资金，如果你只有100万，你要重压哪一档？重压同一个族群最强势的那一档嘛。所以整个一个亚德克，我昨天已经买了，今天再加嘛。今天为什么可以加嘛？今天亚德克出现什么事情？9000多张的新天量啊！昨天没有买的，今天一样。要跟我继续的一个站在加码这一边呢、啊。昨天礼拜二10:01，亚德克赚超过一个股本的工具机的概念股票，昨天形态突破啊，340买啊，01，股价339.5，把它印下来啊，代表会员一定有成交，你去对时对价。昨天亚德克买在340，形态突破啊，会不会？昨天呢、啊？礼拜二啊。形态突破的买点，有卖掉两档股票，资金当然可以买其中一档，叫做亚德克，340买呀、啊，收盘就是340。买完之后，今天有利多消息耶，我常常跟你讲吗？你要买在利多消息没有见报之前，这才是真功夫啊，懂吗？所以今天亚德克有利多，为什么可以加嘛？天亮出来啦，天亮出来啦。一量先价行概念，亚德克今天涨停板374，绝对不是高点啊，所以今天9:31，亚德克今天是不是续强？早盘开高啊，趁胜追击，
350以下再加码买进。31分亚德克股价在 38.5， 你再度的跟我对时对价， 350 亚德克一定买得到。也就是说昨天340你来不及买的，那你昨天如果你想圆梦的，你有加入小资组的圆梦计划的，今天亚德克我就会带你加码，趁胜追击，看对一档股票买进加码爆波段是多头行情的必要的策略哦。所以整亚德克350以下再加码买进，结果呢350以下好多的时间呢、啊、盘中有没有亮灯？收盘372啊，你跟我买在昨天340到今天372，十张32万，那今天买在350的十张是22万，两天的一个时间立马见到绩效。庆老师有没有帮你圆梦啊？你想要不要在今年度的一个中秋节可以过得更圆满？剩两天而已，你自己好好把握一下哦。所以亚德克涨停啊，昨天买在340，今天加码在350，两笔单当然都赚钱啊。这是我这两天的动作，昨天的形态突破的位置340买，今天续强趁胜追击350再加码，盘中亮灯，收盘372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庆老师的选股真的非常用心，不是绩优股我不会带你买，而且我买完之后常常会有利多消息伴随而来，帮你的股价做抬轿的作用，这就是庆老师的忍耐。所以这行情困难吗？你还要保守观望吗？嗯，轮动轮涨的结构啊，这盘很健康，它会轮来轮去，它会轮来轮去，在轮动的过程当中，高基期的涨不动的卖，转到即将发动的个股嘛，这样你资金才会不停的一档一档赚完再换一档啊，获利乘数效果如何达到，我来帮你规划，你不要自己在那边孤芳自赏，或是原地踏步不动，甚至是鸵鸟心态，这对你的操作都不会产生一个正面效果。你看一下今天的雍智科，可不可买？今天一样出现天量，从高点下来啊，整理12天了、啊。我本来预计它明天13天才会转折向上，但今天已经出现天量了，所以我今天做接回的动作。雍智科这一波段，我有没有赚64%？我有没有赚到64%？8月6号。5G 的绩优股雍智科嘛，形态突破强势表态，8月6号的雍智科买在118，买完之后13号来到 137.5， 已经涨了20块钱的雍智科啊，当天他跌了3块钱，我说他很强、欸、跌的时候告诉你我还不想卖，8月13号还记得吧，我只是在恢复投票你一个印象啊，庆老师如何赚到一档股票完整波段涨多的回档，8月3号不想卖，当天它是跌不是涨啊。去的时候说不卖，理所当然，没什么好炫耀的。但是当你赚到一档股票20块钱了，回档修正告诉你不想卖的，这才是真实的一个操作啊。8月3号 137.5 不卖，有没有冲上去？什么时候卖？8月20号啊，卖在1979，参加他的除权息，还原价卖在182，还记得吧？10张64万啊，前波段64%，那当然我没有卖到最高点，大家有目共睹嘛，我没有卖到最高点啊，卖完还有冲高嘛，那冲高就留一些给别人家赚嘛。庆老师在卖股票，懂了停利，你的资金就是一套。我卖掉雍智科当然是想要买其他的个股嘛，那如果涨上去留一些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你去赚啊，因为我选的股票基本面真的很强，市场上认同度很高，我卖完之后不见得马上会下来啊。哦，所以呢资金的一套就是卖掉嘛，卖掉转其他个股嘛，那现在雍智科高点下来24680 12天啊，12天的低档强势整理，今天不跌了、啊，接回啊！今天9:41的雍智科，回档12天止跌，本来预计明天13天有机会转折向上，
所以我在195以下接回啊，41分。经过两分钟43分，股价在193，你去对时对价，195以下买得到吗？亲爱会员，买得到吗？保证一定成交。193接回，盘中 206.5， 收盘 203。193到203啊，十张不是10万吗？前一波段，这叫64%。今天整理12天，出现天量，当然可以做接尾的动作。现买现赚呢？这是什么行情？这叫大多头行情啊！不要再鸵鸟心态啊！不要再预设任何立场啊！轮动轮涨的结构啊，一档做完再换一档，是我给予会员不变的一个操盘策略。今天还有两档股票一样出现天量买点。这个量先价型概念其实很好用，但是我也先给你打一下预防针，不是每一档个股它出现天量都可以买，你要看它形态，你要看它的位阶，好不好？我有留我一手的原因啦，不然那么多分析师也在看我的节目啊，我当然不能讲那么明白啊，那是我吃饭的一个家伙嘛，保留给会员啦。所以今天你所看到的是优质科有天量可以买啊，今天你所看到的是亚德克昨天340没有买的，今天天量350一样可以上车，还有哪两档股票一样出现天量的买点。这一档茂林做 NB 键盘的，你们看到基本面营收新高，形态有没有突破？今天出现10000张的新天量，哎，可不可买？你认为可不可买？今天亮灯，今天亮灯，我当然有带会员买啊，买在关键性的时刻啊，尾盘收涨停，哎，也就是说今天不管你买在什么位置，你是现买现赚的。我讲的很实在啊，你有没有赚得很爽快？我怎么知啊？是不是？另外档个股叫宏志，一样8月营收今年录新高，这是大底形态。今天有没有突破？今天一样出现天量，哎，你跟我买的，今天有没有亮灯？有没有亮灯？你昨天如果有参加这个中秋节的小资圆梦计划的，谢老师可以跟你保证，今天至少有一档股票是你的，不管是宏志、茂林还是亚德克，至少有一档是你一定买得到的，一定有带你买的。谢老师会有分等级，每一个等级的会员的股票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这次的中秋节啊，特别推出了小资族圆梦计划，就只剩2天，月圆人团圆的日子，我希望你的今年度的中秋节可以过得圆圆满满啊，所以推出这个圆梦计划是想帮你圆梦啊，是想要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帮你创造出绝对的绩效，所以呢，你有意愿的，即打电话进来。休息一下，再回到节目现场。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清新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
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0800-868-365。车怎么开的？看呐！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吧？一，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。二，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。三，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机证。四，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。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。五，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。放波化仪等，就对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这一档 5G 最赚钱的公司叫伟影，两次的卖点刚好都卖在450，对，95加25嘛，120块钱落袋。高点要懂得拔档啊，9月30号的一个伟影卖在450，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。那卖完之后，昨天的伟影呢跳空打下来，最低416啊，差了34块钱啊。昨天嘛跳空下来啊，那跳空的一个情况下，代表它短线呈现弱势。那短线弱势，这礼拜我暂时不会接回啊，我不会接回啊。我先跟你讲嘛，好，不要你在那边痴痴的等。好，一档股票最好买一点。对，如果这两个嘛，跟这边嘛，如果你都错失了，那你只有等下一趟啊。哦，所以整个维尼架构如果有弹上来啊，先卖啊，再低接啊。如果你现在手中还有这档个股的，不会卖的，来找我啊！来找我啊！谢老师会给你最好的一个第三次的买点。如果之前这两次你来不及跟的嘛，下一次好好的跟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低档买高档出的一个操作效果啊！另外，这档新巨科今天最低来到104.5啊，我昨天已经规划给你知道嘛。低点买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个股目前都还没有冲出去的感觉，所以你要踩低阶的模式。当时我是在压力线底下我开始布局嘛，那这边的低点我都有告诉人可以上车啊，包括今天的低点马上赶快啦。每月营收几乎年成长一倍以上的新巨科，目前在洗盘，目前在震荡，在整理，整理一个架构，你只要不像昨天短线的高点胡乱去追，你的风险其实是有限的，一样是接近于零啊。就像这一档双美，礼拜一嘛，我是趁它回档12345啊，回档五天来到相对低档支撑开始买，这要转折买点啦、啊，低档啊，安全啊，可靠啊。七月营收年长率高达122%，它是生技股啊。昨天我不是跟你带到吗？它的胶原蛋白是大陆唯一认证的一家公司 ，Only One 啊，所以胶原蛋白是双美的主要业绩来源啊，光是大陆市场那一块就吃不完了，就赚不完了啊，所以昨天双美回档啊，跌啊，我一样告诉你，双美是一个安全低档的绩优股啊，今天双美股价有没有来到95.6啊？有没有涨啊？什么是反市场的价值所在？一档股票跌的时候告诉你可以买，在它还没有冲出去的时候告诉你逢低承接，那才是真正的反群众的一个心理的操作层次，这层次属于高档层次，高档层次啊，有实力的人才会这样分析啊，啊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哦，所以这个盘还蛮强的哦。对，昨天压回47点嘛，今天马上上涨36点啊，离礼拜的高点差不了几点呢、欸？10829，今天是10815啊，差4点啊，强势整理啊，因为快放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，连假之前这盘还在高姿态，很强啊，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不变，你的资金要懂得活用，好不好？就低档买，高档出啊。高档出完再低接啊，我几乎每次都在跟你阐述这样的观念，哦，不用死抱活抱啊，可以抱波段，
但是不能抱一辈子吧？啊，抱一辈子当股东就好，就不用看投顾老师的节目啊。庆老师的节目价值所在，就是把一档个股有基本面的、未来有成长性的个股，买点选好，塞给我会员啊，对，然后呢，卖点带他们停利出场啊，然后资金呢转进下一档即将发动的个股啊。哦，这是我的一个本领呢、啊。哦，所以你真的要跟紧一点，啊、哦，看完节目再去做动作。一来一往差两天呢，买股票玩我一天，卖股票又玩我一天，你真正袂赴啊！你像你也定俩股招比，这档细创每月营收年成长两位数字的，之前双底架构赚了这一波段，那这边没有碰啊，因为在整理啊，等到它整理末端嘛，八月十九号啊，三个月的一个形态被突破了嘛。八月十九号153做买回之后亮灯完之后，昨隔天呐、啊，20号有高点168，我说这个高点一定有很多人去追嘛，因为我是19号153买的嘛，那我也跟你讲过168的高点会过，因为当天出现13000多张的今天量嘛，量先价行的概念，当天的高点168不会是高点。22号有没有过？然后169啊，过高哎、，bingo 哎、那整一个细创，我买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买的够低啊，所以他在整理的过程当中，我本来也要决定细创要不要换股操作，但是他今天表态了，今天细创形态是再度突破，所以呢，今天10:38再度强势表态的细创，空手者新会员在172附近可以买，38细创股价在17.5，你去对时对价，今天。新进会员172再买细创，会员有先来后到嘛？当时候低点没有买的，今天转强，一样可以再度的上车。买完之后盘中大涨9.5%，差一档亮灯，这就是临门一脚的动作。一档股票要买在一个漂亮的位置，不是那么简单；要买在那个发动点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你所学的技术分析、量价筹码形态、K 线均线理论、波浪，你会不会融合运用、融会贯通？那要靠功夫，那要靠经验，不是凭空杜撰啊！今天庆老师的一个会员手中有三档股票亮灯，一档是亚德克做工具机的概念股票，昨天利多消息还没有见报，它形态突破了。340先卡位，卡位完之后，今天的亚德克续强，乘胜追击。昨天340没有买的，350再跟着一起加码，买对加码爆波段，多头行情比照办理，你才有办法获利乘数效果。看看病的感觉都是安尼走啊！你看看今天亚德克加码完之后，盘中亮灯了，374啊，尾盘收372啊。买在340的赚32块钱，买在350的今天加码单赚22块钱，这是什么行情？这要大多头行情啊！如果不是大多头行情，怎么可能现加码、现攻涨停，或者是现买、现攻涨停？你讲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量先价行的概念，其实是所有技术分析最高阶的一项指标。新手看价，高手看量，你应该听过。所以你在看个股的走势，一定要配合着量的一个表态，你才知道该买该卖。你看看这档茂林，八月营收今年度的新高，10000张的新天量，量先价行概念形态是不是突破？形态突破加上天量的买点，今天当然可以进场了。进场完之后，现买现攻涨停亮灯，我当然有带会员买。另外一档绩优股叫宏志。八月营收一样，今年度的新高，这要大底，这要形态，这要天量，可不可买？我在操作一档股票，有没有面面俱到？有没有基本面？有没有量价？有没有形态？那么多因素出现的一个结合的买点，你给我买，今天宏志一样可以亮灯啊，一样可以亮灯啊，相信你是一个幸福的赢家。跟上庆老师脚步，今年度的大多头行情比谁赚得多啊？如果你现在还原地踏步不动，如果你现在资产
是规模越来越小的。我希望今年度的一个中秋节的圆梦计划，庆老师来帮你圆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财梦。来到股票市场上，讲得很庸俗，都是被探钱嘛，都是被发财嘛，如何发财？你昨天有加入庆老师行列的，你有把握这个小资族圆梦计划的，今天的亚德克、茂林或是宏志，至少有一档是你的，我用人格跟你保证。所以接下来行情，明天中秋节连假之前，有什么标的可以布局的？今年度的小资族圆梦计划，希望你好好掌握，剩最后两天，你有需要的自己打电话进来，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上 YouTube 硬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个到、看个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到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啊。YouTube 硬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诚如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。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我的车啊，油门一吹下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见我的车。